祖先们，我们相信你就在周边。我们今天特别到城市，带着你过去所传承我们的织布的精神，这个传承带给我们部落，给我们族人能够温暖，也带给我们的子子孙孙后代，都能够接续这样的一个工作。我们感谢在场的每一位来共同参与。那安娜蒂克哈巴德说纳迪斯那边，说西诺尼，那样说鲁马亨贝亚纳姆，那么巴莱松只是关心你，仅仅一杯酒，带着诚意，也带着我们的欢乐，就在这个现场，我们跟你一起来享用。我也能把这个了，大家掌声鼓励，谢谢。